听听粉丝这热情的呼喊声啊，花花快出来。昨天呢，华晨宇上海火星演唱会的发布会可是一下子开到了大型游轮上，不光发布会地点创意足，关于演唱会花花也是拼了呀，一直坚持不懈的在健身，演唱会的主题又定了性感，你这不是让大家浮想联翩吗？话说你脑海中的性感是什么样嘞？我所理解的性感其实是有很多面的，就可能比如说把衣服全部都脱掉啊，不是全部，就是然后你半露不露的，对，半遮不遮的那种也属于一种性感。然后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唱歌跟音乐有关的也属于一种性感，也可以用一种很性感的音乐来和性感的台风来去表达出这个性感。这么多种性感，要小顾我说通通来一遍呗，歌迷们一定会给予你最大的尖叫声。不过大家感兴趣的除了你的演唱会，还有许晴被炮轰的事情嘞。作为晴姐的好弟弟，你怎么看待他在花少二中的表现嘞？我其实还蛮了解他的，所以我看完那一段小视频之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然后我还蛮理解他的。看得出啊，花花跟许晴的感情是真好啊，能遇到个懂自己的人不容易啊，希望你们的友谊能一直长久下去。又酷全娱乐，性感的花花，许晴见过吗？上海报道。